陈山聪和谭俊彦呢日就参与综艺节目录影，因为疫情关系，最近两个礼拜大家都宅喺屋企，唔敢出门，会唔会好闷啊？哇！我谂我呢排做得最多就系煮饭同埋煲剧咯，同埋拖地咯。我好耐未冇试过，因为我通常即系一个礼拜可能一次两次，咁有时会叫钟点嚟咁样。咁但系而家 cut 晒所有嘢啦，咁啊基本上都差唔多日日都要清洁一下个地下，吸下尘啊，抹下嘢啊，咁样会安心啲咯。其实对于有个两个小朋友嘅屋企嚟讲咧，日日都好忙噶啦。系啊，佢啊好忙啊，即系朝头早又要同佢哋上下堂啊，然之后好彩我太太同佢一路上堂，咁然之后晏昼同佢哋跳下舞啊，有部游戏机喺度跳。咁但系呢排我因为要成日唱歌啊，咁啊日日练琴咯，练吉他啦。練到啲小朋友都識跟住唱喎，都幾好笑嘅。一直都求子心切嘅山聰，而家咪有大把時間可以進行做人大計咯。子就唔係今日先至求噶啦，我舊年結婚已經求噶啦，有消息會話俾大家聽啊，放心啦。但係依排唔得住啊，唔可以交叉感染接觸得，暫時停工啊要。係啊，又冇分開瞓，暫時停工得噶啦。總之拖下手就算啦嚇。